马志成议员。多谢主席。尊敬的行政长官阁下，一向以来我同大家一样十分关注澳门青年的问题，尤其关注怎样强化他们的竞争力，提升他们感恩社会回馈长辈的情操等等。下面我就明年的施政方针讲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关注澳门青年问题，做好青年工作，是澳门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关心的话题。据我所知，澳门的青年团体和社团中的青年活动骨干都非常关注正在制定中的澳门青年政策。据我了解，2012年至2020年的澳门青年政策文本内容包括了对青年工作的资源投放，对促进青年品德成长，提升竞争能力，提倡健康绿色生活，远离偏差及违法行为等多个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工作方向。这个政策对培育本澳年轻一代的德才发展十分重要，亦都很有意义。澳门青年政策已经完成了咨询程序，请问行政长官阁下，特区政府是否已经依照收集的意见对这个政策文本进行必要的修订？何时才可以颁布实施？其中有哪些具体措施帮助澳门青年向上流动，并且实现他们安居乐业的希望？多谢。请行政长官。多谢马志成议员。主席、各位议员，青年政策咧喺2012年10月完成咗公开咨询，喺2013年4月咧完成咗公开咨询总结嘅报告，将会喺咧本年嘅年底咧可以颁布实施。关于促进青年向上流动咧，我谂大家都关心到系理念同埋措施，主要有几方面啊，培育青年嘅领导实践创造嘅能力啦。培育青年的社會適應和社會生存能力，支持對外交流活動，透過生涯規劃輔導，把握適度多元發展，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培育青年的權責兼顧意識，尊重青年，鼓勵青年參與社會，促進青年在成長過程中逐步建立自己的社會身份。今天馬志成議員問到我關於青年，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我們今次組織這個施政報告過程中，因為我們接觸了很多團體，很多非高等教育的人士、高等教育的人士和社會的人士，以至到是專家學者，也都接觸了很多，對我們澳門的青年是有兩個不同的看法，我不是去判斷，我是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嘅睇法就係青年咧，而家喺澳門嘅成長咧，由於呢個社會俾佢一個非常好嘅公式化嘅成長啊，學前教育、小學、中學、高等院校出嚟之後，揾一份工，揾咗份工之後，可能成家立室啊，購置房屋嘅希望啊，咁樣係一種好公式化。另一種嘅睇法就係係咪佢應該要有一啲競爭嘅意識啊？或者係喺佢嘅進程裏面咧，係有一啲元素咧，係令到佢要去爭取啊。咁喺兩個咧唔同嘅想法裏面咧，係佔咗唔同嘅一定比例。咁我諗呢個係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咪會影響咗我哋年青人成長嘅責任感啊、競爭能力啊，同埋佢嘅價值取向？咁我亦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咧，最近我睇咗一位喺北美好成功嘅學者，而家喺香港一間大學咧出任校長，佢嘅一篇撰文咧係講到教育以及就業為青年嘅。咁佢講咗咧，其實年輕人咧最緊要係發掘佢嘅興趣同埋取向，培養良好嘅品格，學習處世之道，拓闊視野。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完成了學業能夠發揮所長。他特別談到求學有時是想不到自己的本科將來不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但是他希望能夠訓練到同學畢業之後是有客觀性的思維、廣闊的視野，最重要還是溝通的能力，和建立了自己有自信心，來到咧，係令到自己喺將來工作崗位同埋
人生的歷程裏面咧係受用的。我主要想講呢個咧，其實我覺得年青人係好重要咧，係有機會佢嘅興趣取向同埋咧係培養到好嘅品格，學習到處世之道。因為我始終認為澳門咧係一個好和諧嘅社會，亦係喺澳門嘅發展過程中咧，我哋係一個小社會咧，始終係有佢嘅和諧同埋人嘅相處咧，啊敬老尊嚴啊，互相尊重啊，呢啲咧係好值得我哋代代相傳啊，年青人。咁所以咧，除咗答啊馬志成議員嘅問題咧，亦講出咗，我覺得大家亦都值得思考一下，特別啊。同大家咧探討一下，就係我哋嘅年青人係咪應該有條路一路咁樣安排佢，定係好似我哋以前啊幾代人咁樣要自己努力咧？我好記得我最近同阿張宇司長去聽意見，有一次好多年青人講到買樓啊、工作生涯規劃，咁我同佢一齊行出嚟嘅時候，阿張宇司長同我講出佢買第一層樓嘅歷程，同埋做到今日呢個位置嘅歷程。咁我諗真係大家而家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理念啊，亦都唔同嘅想法，係咪我哋呢代人已經需要去轉變咧？咁我諗呢個真係值得我哋去思考一下。我唔係喺呢度講啱與錯，因為亦都唔係我有條件去講啱與錯，即係我覺得係有好大嘅分別。到底係全部設計好啊，有一個好穩定，定係好似以前咁，大家需要競爭，但競爭之中咧有家庭嘅快樂。有啊滿足的快樂，咁呢個我諗大家可以分享下。好，多謝行政長官。